台南市110年农民节表扬大会，4月29号伫个大内走马路盛大举行，由着每一市长亲自颁发全国模范农民的奖牌，予陈君生、蔡成峰以及幸福农村金推奖刘秀珠、全国三销履历达人郭秋宝等人。我相信我们市农会对于农民结合所有的地区农会对于农民的照顾以及对于农业生产可以说是非常好，所以说才能够让台南市的农民扬眉吐气，不管在培育这个优良的农特产品还有农畜产品甚至水产品方面，事实上都得到国内外的认同。那对于我们农业推广还有所有农会的各位同仁啊，跟农民携手能够把我们的农业顾好，把我们的保育做好，把我们的农民农业金融守好，这些都能够成就我们台南非常好杰出的农业产值。黄伟杰讲，不管是传统的农民，也是回乡打拼的青农，因对着土地的坚持、故乡的感情，拢是台南农业进步上阶段的困难。伊要再次出感谢大家，更寄望咱今年会当风调雨顺。农民的辛苦尽做，拢有满满的成果。